姨这都不用装，这都凤凰出了皮的啊。快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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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吃快吃快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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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下快学，快下走。黄丸非常之靓嘅，我老实讲，首先咧去咗你啲美术院嘅风景啦，咁所以嚟讲就听好晒一本咁样嘅。我哋除咗呢本相册同埋有啲彩相，仲有一只 DVD。呢个 DVD 咧就将北京市你去过未去过嘅景全部播录晒到啦。咁呢啲辑相咧，加埋呢本簿咧，就$100一份嚟。咁讲真。講過嚟先啦，我哋咧就喺度排三隊啦，影咗團體相先。影完團體相之後，我俾時間大家自由活動，俾自己影相嚇。我哋以呢條線為一個界啊，呢條線啦嚇。前面嗰排已經俾人知邊有佢個運用嘅時候，就會將佢固死啲棺材咧，將佢咧就係由個地下升上嚟啦。人大會已經就係每五年為一界啦，到換界嗰時候咧就到9月份就一個選舉換界啦，一年就開兩次，平時一年開一次嘅會議，就3月嚟嘅人大會議。每一年嘅人大會議都非常之，而家喺世界上咧非常之重視我哋嘅人大會議，因為有啲咩決策啊各方面嘅嘢咧，都會喺度舉行嘅嚇。人民大會堂南邊咧就係毛澤東紀念堂啦。毛澤東紀念堂咧就係喺76年嘅時候啦。76年嘅9月9日，毛澤東逝世之後，佢死後咧，咁就係用一副水晶棺材啦。就站上了，行，大爷，来，站上来，跳，上来跳，上跳。老主席的画像。首先，我们提醒他。陈飞先生，夫人，陈飞先生。郭晓光画的。哪个画的？郭晓光。人民大会堂后面看到人群，对不对？我们是跟进一下发两十来家，你是？对啊，你不要来。十来家，三位的，那是。
北京。